而即使是那个奇怪的大冒险也终究没能阻止你前来送死吗？少啰嗦师王，要不是哪个愚蠢的开发者，岂能让你活到今天？我说过不要叫我始王，要叫我万能的降王。万能的降王吗？我会好好的把它刻在你的墓碑上，受死吧。世界线勾搭二毁灭了，正在重新生成冒险。您现在是248号玩家猫蛋二。猫蛋二，即使是那个奇怪的大冒险，也终究没能阻止你前来送死吗？少啰嗦，万能的小王，即使将来就这么高能，我也不会有丝毫退缩的。要不是那个愚蠢的开发者，岂能让你活到今天？我说过不要叫我万能的降王，要叫我万能的降王大人。即使是万能的降王大人，我也会好好把这个名字刻在你的墓碑上的，受死吧。世界线猫蛋二毁灭了，鉴于您有限的实力，正在适当调整冒险。您现在是249号玩家铁蛋二。哼，铁蛋二，即使是那个奇怪的大冒险，也终究没能阻止你前来送死吗？少啰嗦，万能的降王大人，请问我为什么用这么卑劣的武器？要不是那个愚蠢的开发者，岂能让你活到今天？投降吧，铁蛋儿！即使是正确的喊出了本王的真名，在我的降之意志前也是不堪一击的。想让我堂堂的铁蛋拿下地头，现在为我手中的蛋刀。自寻死路的家伙，让我早点结束你的痛苦吧。2014年，维持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相知意志被粗心的勇者铁蛋儿毁灭了，史称第三次冲击，世界线铁蛋儿毁灭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不玩也爱看，我是小白，我是空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游戏叫正常的大冒险。这个读作正常，是写作逗逼。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游戏的主界面，上面有个成就系统，先点看一下。智商压制、神通在世、好眼光什么的，这是之前一个同事打的。哎，有个奇怪的地方。请问你觉得本游戏的难度怎么样？哎，第一个不对，那就一般难呗。啊，太简单了，我要打十个。我都憋，我就知道是这种结局。啊，行了，那进入关卡选择吧，正式进入游戏。序章已经完了，然后咱们从第一章梦起新手村开始。为了让这个难度看起来比较正常，请先按照您的喜好选择一个主角名。必须行霸天呐！哎，不是，下边还有步惊涛、韩大狗和狗剩。妈的，这画风有点不太对。先行霸天，啊，余额不足啊，上边是。有点钱，但是哎，忍不住还是想试试步惊涛，最后还是不行，那就狗剩呗，只能狗剩了。他妈的，作者赢了呗，赢了。哎，不对，还不行，看看提示，一个威逼，一个利诱，啪，没有什么提示信息哈。然后狗剩还是不行，提示啊，点一下招财猫是利诱就有了，就点一下，点一下。还不把那个成就炸炸炸炸，他想多嘲笑你吗？妈蛋，大哥，你点一下，点一下。我刚才想把那个成就给点完呢。行了行，给我点两下。狗剩 OK， 那就第一关就负50%了。先不负，
正在声称必将正常的时间100%。恭喜大王成功，记得成功生成一条狗剩一级的，为什么是一条？正常的大冒险，欢迎您新手村由此入。现在这是一个马料的界面。对啊，这个，好吧，好吧，那就这样走，往上走。哎，我操，干漂亮！这他妈还不能踩，不能踩，那就走。跳不完，广告真烦啊，先关了。不服，那就再跳。哎，差一点儿，我以为能双跳的，能大跳一下。那边也不能走，那咱们再继续回来啊。再，怎么走呢？怎么？哎，有点，没跳到。好烦啊，这怎么搞？然后跳跳。哎，这边也没有什么可以顶出来的东西，也不能踩。那咱们，容我撒架想一想。踩，哎，好的，现在过了，全让你蒙出来了。哎，我操，这不是个门口吗？哎，既然已经知道怎么走了，那就，就过了，起码这俩是过了。稳，对，稳如狗。好的，走你。哎，你好，狗剩，欢迎来到正常的大冒险。依这个游戏的尿性，感觉贸然开口说是要作死的样子呢。我还是不说什么了。这里是新手村，为了维护全服公平秩序，那个愚蠢的开发者特地派我来保护大家免受高级玩家的欺负。好啰嗦呀。呵呵，是吗？能先解释一下路上这些机关是想到哪样吗？我操，什么情况？这 NPC 不是说保护我吗？保护大家，救不你这六岁的小逆子。对，就不看他刀逼什么了啊，咱们直接就过去跳他。然后攻击方式啊，原来是个 RPG 的模式，那先改一下。哎，捡了一滴血，这得打什么时候去啊？我操！我操！你想太多了，不是打什么时候事儿。行啊，我估计防守也不行，那咱们就直接跑吧，然后看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哎，我操！怎么追过来了？行，那就。广告好烦啊，还是那防守一下试试呢，万一出现奇迹。想太多。妈蛋啊，那还继续跑吧，继续跑，然后看路上有什么陷阱可以让他踩一下，不然的话肯定过不去啊，那头顶还会冒东西啊。走你。哎我操啊，那个这上边有个钉子，咱们可以踩，那咱们跳过钉子之后让那个大王踩就可以了。你点出这个来了。 OK， 那逃跑继续。走，还不下来，再往前面，再往前面，完了，哎，被追上了，你再靠近一点就好了。啊，我一想到后边有东西，要就跑过来有点慌啊，走。阿绿，你智商呢？不是，哎，不是这个情况，那继续，走你，跳过来，来吧，少年。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狗剩，能死在狗剩大人手下，洒家这辈子值了。指你妹啊，我操，你这个也太 cos 日和了。咱们好继续旅行。装逼这事儿如果干得好就叫大智若愚，人家是装傻啊。咱们先走。哦，哎。不对，有两条路。让你骂我。对。慢慢走，稳。哎，他这速度有点偏快，这回更稳一点。差一点，那就跳一下呗。跳一下是吧，有一个。可以迂回的距离走，不是？哎，我操，差点跳下去。热烈欢迎为民除害的狗剩大人荣誉是啊啥啊，在育儿国。哎呦呦呦！哎，你们这是太作了，不对，给我设置陷阱。乖乖，我看看，跳，走你。哎，有个棍子，不是？有个，哎。前面恐怕全都是那种方块，也看不见啊，看不见前面的危险。走你，很娴熟嘛，现在感觉。现在这边过太久了，已经熟了，然后慢慢顶。哎，好，走。哎呀，差一点，跳过去就行了嘛，是吧？哎，哎，没想到这防不胜防，想太多。咱们从最开始走。
慢慢顶，别够贵了，这些都在装逼。往前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前面有一个任务。你妈蛋！招你惹你了就骂我，还捅我一刀。他没骂你，纯粹说是直接给你捅了。上面有一个傻叉，往前顶一下，好的，溜达下来，然后我跳过去，我就知道你得往回捅，防着你这手。狗剩儿，咱们又见面了，打败了 DC 大魔王，你可以成为本服的热门人物了，想必你已经感受到一路大家的热情了，对吗？对你蜜，呵呵，我已经理解不了什么叫热情了。这次 DC 大魔王来袭，可都为了你呢。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勇者，知道我脑子中了一箭。什么叫多亏了我呀？你们这些六十级的 NPC 除了给我制造这些无休止的对话，还能发挥点余热吗？呵呵，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不知道一切的缘起。国王陛下已经在城堡等你了，他告你一切的。呵呵。呵你妹啊！虽然不知道国王是什么，但隐隐感觉应该又是另外一个陷阱吧。可是不去的话，通关进度又没办法推进了。哎，好烦啊！这个对话念的。好，在负一百的时候终于过了。好的，下一关。温馨提醒：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哎，我就是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我就想顶一下试试，我操，直接封死了。那咱们就不顶他，然后跳过去。嗨，我靠！啊，这跟马料那个一样，有一个吃人花，咱们先让他下去，之后再跳过去，是吧？这就没问题了吧？哎。啊，没事，哎，嘿，我还说跳过来之后顶多再迂回一下呢。他跳下去可能下来就设定为你怎么跳都跳不上去了。嗯，那我看看啊，我看那就怎么办呢？怎么办？那边也没有顶出什么东西来，想多了。哎，踩到边儿就行了。OK， 过了。然后这是哎呦，这个云彩好烦啊！走，你妈蛋！那么烦啊！行，那在，反正这边已经轻车熟路了，这掌握到一些是吧技巧就 OK。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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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那 IQ 已经为零，操，急了有点，五十了。行，那这次应该能过了吧？走你，哎。温馨提醒：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靠！这种游戏还是不是特别好打的？见国王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一道啊。这国王，我看他第一件事先捅他一刀。行，那就哎，他弄不动啊，他不动，我有点心虚，不敢踩。哎 ，OK， 踩上了，然后上面一层慢慢掉下，跳过。哎，呦。哎，他站着不跟那个同步，就你还得往前移动，对，还得往前走才行。然后温馨提醒：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别逼逼了，这也不太好踩。这边肯定没问题了，他们的伎俩已经都被我看穿了。被看穿了吗？对，只要稳一点就行。走，你看，走你。跳，再跳 ，OK， 好的，过了就找国王。你他妈在耍我吗？我操！这国王，哎，这国王果然是个逗逼，要不可能有这么个世界的，我觉得。这你妈，这怎么才能给弄开啊？这门，我想想啊，直接跳过去呢。哎啊，有个东西啊，踩啊，可以跳过去，对。那他妈云彩真是，你早应该想到了是吗？不长记性还是行？那手速太快，负四百了，太快了。那溜达过去，哎，好过了。然后这边怎么办？这边怎么开门啊？跳一下，这没有什么东西啊。再往前蹭，哎，我操，有完没完？那。还、哎、他妈只能这么走，反正肯定是过去。对，在我那边也走不了了。点一下这门呢？哎，
狗剩你可在大了呢，最近跟小孩子的几敲门，这自然很烦呢。妈的，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咱家不是故意的，想必你也猜到了 DC 大魔王只是我用来选拔勇者的工具，而打败了 DC 大魔王的你无疑是什么其中的佼佼者。蛇精病啊，嘴鬼才能猜到好吗？呵呵，我的女儿碧琪公主身陷魔窟，传说穿越他日将有勇者出现救她于水火，之前我就派出勇者壮烈牺牲了，现在我们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呢。这剧情再敢再没诚一点也罢，聊胜于我想到一想到美貌的公主都在等着我去迎接，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打败魔王，但是上一任勇者猫婶在临死前似乎拼下老命给我们留下的这本笔记就会对你有所帮助。看来不接受也没办法了。获得物品猫婶的笔记乘以一，继续旅程500。终于还是过了。这个笔记怎么还有锁呀、啊、密码锁。哎，不对，不过也没那么简单吧，我再看看。好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正常的大冒险这款游戏今天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还有这种想找虐的玩家可以自行下载一下。那么本期不玩也爱看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大家好，又到了互动环节。首先是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 SSSTV 同学，这位同学每次都有评论，真的是太感谢了。评论的内容是游戏挺好玩，就是付费版太贵了。确实太贵，不过没关系，咱们去跟老大申请送你一份就没问题了。然后是帕奇姆 Q 斯卡雷特同学说好冷啊。哎，确实冬天到了，凉意袭来，大家还是多穿着衣服吧，我们也会多放些热情进去，然后让游戏变得更热血一点。然后是 AC Fan 的弹幕和其他评论区说视频中出现了露脸的情况，这个下次我们也会好好注意一下，洗个脸整理好发型再出来录的，那个其实是阿绿。那么本期的互动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